不要紧，这是看喙齿有偌侪啦，喙齿有偌大个啦，吼、哦！啊，你手帮我试只看卖，你看哦，等我嚼，等我嚼，好，你试落伊是毋是有你个浮出来？嗯。啊，等一下，阮就是用来喙手手手放开，手放开，阮等一下放落去嘴内底，啊，你用喙齿去比这条球，啊，我看你个喙齿偌有力，安尼好不好？嗯。好，啊，你免紧张，我放落，啊，佮甲你讲个时阵，你较重，好不好？来，好，来，先等一下，好，安尼，伫遮好，嘴合起来，嘴合起来，来，用力，用力，来，哦，就赞嘞，就赞嘞，三十滴，好，来，你迄群搁试一届无？真快，好啊，吼、哦，等我一下哦，30滴哦，好，我是来，来，来，再来，再来，来，数，有有呢，无你安尼改，想要改平看，像你拄安尼下着，过来，随时去打这粒球，去把这粒球用起来。哦，好，不要紧，安尼。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目前老年医学也日益的重要。本荣家呢也很高兴邀请到小港医院还有闽桂医专到本家来办理咀嚼吞咽功能的训练。那这个训练呢，我们请闽桂医专的牙体技术科主任王主任来帮我们说明这个计划案还有它的目的。闽桂医务管理专科学校以及小港医院参与彰化荣家口腔的保健的服务，那为了就是提升长辈的口腔健康，借由专业的评估方式介绍转介以及服务长辈，让长辈在口牙还有咀嚼吞咽的功能可以有所提升，借由此让长辈他的健康能够持续，让生活品质可以提升。借由这个计划案呢，强化长辈的咀嚼吞咽功能，可以延缓他们的失智或者是老化的一个情形，那甚至于呢也可以减少呼吸道的一个肺炎的情形发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长辈都能健康的老化。应该是慢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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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脚